大家好，我是小公。今天我们来拍拍黄胖吧，给黄胖带了一个卷饼，我就吃了一半，剩下的就留给他吃吧。我们家的黄胖激动的不得了啊，看到我这个人都没有这么激动，看到这个食物啊就激动的睡着了。他现在已经条件反射了，他觉得他睡着啊就是讨好我。好了，我扔给他了，我们现在可以数秒度秒了啊，几秒钟就能给他吃了。每次看他吃饭我都觉得好浪费啊，一是他吃不饱，二就是他吃的太快了，一点味道都没有，也不知道细细品尝呀，刚才还在地上乱找呢。今天给他们带的大骨头，这个骨头特别的香啊，这骨头都是砂骨，一嚼碎里面都是骨髓啊，啊这狗肯定喜欢吃。这个狗的牙实在太厉害了，每两下就给它咬碎掉了。我感觉比牙齿的话，这个土狗的牙啊，比所有的宠物狗还要厉害。我们家的黄胖吃东西就是这么狼吞虎咽，它来不及啊慢慢品尝，它都要赶紧把它吃下肚啊。看看旁边的流浪狗，看的啊都流口水了，我撂过去给它吃。看看这旁边的流浪狗啊，你看看你可怜它有什么用，你给它撂东西它还不吃。它们的警戒性比较强啊，你给它吃的它搞得就跟要毒它的样。我今天带的骨头肯定又有人讲，哎呀你看你给它带的骨头啊吃的这么干净，狗狗哪有吃到肉啊。哎呦，因为这道菜就是个大骨头，人也吃不了几口，也吃不了这么肉，好吧，这个骨头也就给它尝尝个味啊，啃着玩的。看我们家黄胖吃着碗里面的，还看着锅里面的，我故意让他帮嘴里面的吃完，我再给他看看他耍花招了，他要帮这个骨头给他扔板了，搞得就跟我够不着了，你得给我再给我一根啊，我偏不怨他的意啊，我非要撂给他让他吃尽我才给他。刚才一个流浪狗靠近了，吓死我了啊！黄胖居然要咬那个流浪狗。黄胖吃饭的时候就是火气最大的时候啊，千万不能撩它，除了我其他都不能敢动它，因为它真会咬人的。看着黄胖吃这些东西好开心啊，我感觉作为一只狗如果要找到好主人了啊，这一辈子都是舒舒服服的啊，只要考虑着天天吃什么就 OK 了啊，不像人啊，要挣钱要养家糊口啊，压力非常大。有的小伙伴说我家的狗这个项圈太邋遢了啊，其实不是的，你们只是看到而已，但是呢你看它这个项圈有多松，而且还是个海绵的，永远勒不到狗，这点你们都放心吧。不要看它这个东西套到脖子上它就是紧的，它其实非常的松。好了，我们家的黄胖马上就吃完了，我今天就拍到这里吧。我们下期见吧，拜拜。